许志安拍 MV 唔俾影。早前 Sammy 郑秀文接受访问嘅时候澄清，话自己依家同安仔许志安同居，但就未结婚。至于点解唔去注册，据我娱乐 CIB 估计，可能同 Sammy 年尾开跨年演唱会有关。闻说 Sammy 举行呢12场演唱会，啲飞都未开售，净系内部认购都已经卖晒了。系咯，咁受欢迎，不如搞埋个世界巡唱先结婚啦。至于安仔近来都好努力忙住宣传新唱片，早前我就喺中环遇到佢同小龙女盛朗熙拍摄新歌《新天地》嘅 MV 啦。不过睇咗冇耐，就有个公仔哥哥赶咗我哋走啦。闻说安仔会喺 MV 入边俾雨兜头淋，仲要升多两巴添。咁大快人心嘅事，竟然睇唔到，真系可惜啦。